上海的种植方案的讲出来就一个点，就这一句话，是在上海市卫计委把上海市所有的资源、多学科的团队全部在集中在这里一起就职了。哪些多学科？我告诉你，他集中了上海最好的重症医学、最好的感染病学，我自己是感染病学，最好的呼吸病学，最好的心脏病学，最好的人工肺，还有呼吸治疗师，还有上海市肺科医院的一个肺栓塞的团队。只要你在上海，所有的医疗资源跟这个病有关的全来了，没有神药。我现在今天还是在这讲，对于这个病没有神药，唯一的神药就是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，让这些病人能够坚持下去。坚持下去，结果你今天已经看到了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